光总是被黑暗所抵消，在我们的世界和童话世界里都是这样。劳力路要把你带进童话世界啦。光明仙女从工作室订购了一件闪闪发光的神奇服装，但她想参与制作。魔杖将帮助做小细节。仙女优雅的手缝出来的东西很棒。奥利维亚，试试这件紧身衣。这跟我想象的简直一样。透蒙裙完美的完成了衣服的外观。闪光薄纱使裙子更有层次感。切一些薄纱，上衣看起来很仙。在腰部添加花边，叶子是仙女对大自然的热爱。珠子看起来像入水。每个仙女都应该有翅膀。透明塑料和薄薄的闪光条纹会让它飞得比风还快，给翅膀一些质感。奥利维亚，这对翅膀现在是你的了，把它们贴在背上，然后用珠子装饰。我可以飞到云上了，鸟儿在歌唱我的美丽。光明仙女照顾每片叶子和花朵。生活在森林里的每个人都爱她。露莱和她一起玩，鸟儿们给她讲最新的新闻。蝴蝶认为奥利维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物，每只蝴蝶都试图像她一样。仙女在秋千上摇来摇去休息，是鸟儿们为她做的。认识一下黑暗仙女玛格特，她穿着黑色的连体衣，像这样收紧绿色薄纱，裙子长摆准备好了，用带流苏的蕾丝做前半部分，浆洗添加到上衣，脖子上有带吊坠的项圈，衣服上覆盖着蓝衣石。让我们用人造皮革做手套，手套是几种外观的完美配饰。剪下腿的部分，很棒。现在我们只需要翅膀，根据模板剪出正确的形状，将它们连接到背面并添加闪光。仙女很喜欢。我们可以用电线和芥末粘土做脚，用银色配件链装饰，这是她最喜欢的配件。玛格特更喜欢深色，夜晚是他发光的时候。蜘蛛是他的宠物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帮助他在正确时间醒来。幸运的是我能控制我需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不必移动。首先我需要我的脚，拿到了，很棒。现在我需要我的鞋子，鞋子过来，他们来了，并且自己穿上了。穿衣服简直太容易了。一匹粉红色毛的马需要翅膀才能变成美丽的飞马。从卷吸泡沫纸上剪一个剪影，来自异国鸟类的羽毛使翅膀更加强壮。现在飞马可以飞了。他也有神奇的脚。奥利维亚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的朋友。飞马翡翠在仙女不能飞时帮了他很多次。带我飞吧，我的朋友。仙女和飞马飞入了云层。在这里，奥利维亚可以摆脱一切，独自思考。他可以和好朋友分享他的想法。用加热刀取下勺子的手柄，它们看起来像塑料花瓣。让我们用很多小花做一朵大花，是莲花，涂花瓣，撒闪光，添加一个花蕊。这片大叶子上有一朵美丽的花，
奥利维亚听说过一个传说，年中会有一次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，你可以在森林里找到一朵神奇的花。神奇的莲花在水中闪闪发光，当他伸手去拿时，他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能量，用两根吸管做一个魔杖，把它涂成黑色，并使其看起来很旧，将钥匙链上的 LED 灯放在顶部，黑暗仙女召唤她的魔杖，一敲就消失了。蜘蛛待在家里，马格特为了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来到森林里收集花朵。仙女决定去摘花，突然她听到个奇怪的声音，她身后有个穿着盔甲的人控制着她的能量来源，她只是想让她把花放下，但是什么也没说。马格特用她的力量保护自己，她创造了一个明亮的能量云，接招了陌生人，但完全没用，而是在他的心中创造出了心。一团光照亮了仙女的脸，其实爱上了他。他单膝跪下求婚了。马格特就是这样找到灵魂伴侣的。用青粘土做一个竖琴，插入一个水平条，涂成金色并添加弦，用扮猪装饰并添加装饰品，光明仙女的诞生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幸福。翡翠，把我的竖琴拿来，在天空和地球上都能听到这美妙的旋律，每个人都听到这神奇的声音很开心。将LED灯泡粘在香水帽上，用塑料晶体装饰，神奇水晶总是能做出准确的预测。在这个神奇物品的帮助下，仙女总是最先知道最新的消息。如果森林处于危险之中，或者暴风雨将要来临，奥利维亚总是可以提供帮助。训练一条龙很不容易，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坚固的项圈，这个看起来不错，用螺丝装饰它，并添加一个带开口环的附加链。龙不会成为好宠物，但总会有办法的。除了蜘蛛，黑暗仙女还有一只神秘的宠物，一条龙。马格特很久以前就驯化了它，他在战斗中帮助了它，救了它一命。从那以后，龙就一直跟着他，甚至还让他骑他。选择最亮的星星，用牙签做一个把手，这个魔棒可以实现所有愿望。奥利维亚与自然和谐相处，享受每一天。他用他的魔法装饰世界，这个魔棒很适合他。光明仙女创造了美丽的玫瑰，她没有摘花，而是给了他们新的生命。剪下书的封面，添加页面，做一个厚厚的泡沫纸脊柱，将其涂上与盖子相同的颜色，添加金属扣和钥匙，用干蜡笔使页面看起来更旧。这本书已经流传好几代了。黑暗仙女很擅长使用魔法，但即使是像她这样的专业人士，图书馆里也有一本特别的书。马格特从这本书中学到了魔法，他仍然会常常看书，这样他就不会忘记咒语了。使用旧相框，把它涂成黑色，加入热胶滴，使其看起来像融化的蜡。它会在黑暗中发光吗？让我们做一面镜子，在稳定的管子和支持上安装一面镜子，添加可怕的水滴。镜子准备好了，这个镜子是马格特见他妹妹奥利维亚的唯一方式。黑暗和光明仙女生活在不同的世界，
很久以前，他们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，即使需要穿越时空。姐妹俩见到对方时总是很开心。你更喜欢哪个仙女？评论下方，给我们点赞并订阅拉力路频道，看更多的神奇娃娃小创意。